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对，我的影片让你永远看不腻。今天这部影片我不是主角，到底谁是主角呢？没错，是我的朋友啦。那如果长期在 follow 我频道的观众呢，应该知道我有一个朋友叫登科，他比较少出现，但是有在看我影片的人应该都知道他是谁。那他平常呢，就跟我之前一样，他是一个不修边幅的人，短裤啊，穿的迷彩服裤，然后就全程很邋遢、脏脏的样子。我们今天要把它改变成潮男。那当潮男的第一步是什么？各位，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发型。我们今天来到这间价值设计，各位，我朋友在这边工作。如果你们想要剪头发，住台中、住中部的，来这边找我朋友，保证有打折。你就跟我朋友讲说，哎，我是皇帝的粉丝，他绝对打折给你们啊。那我这个朋友呢，这个美发资历非常的多年，各位可以放心的把头发交给他。那今天呢，我也会给他剪一下我的头发，我头发太厚了。那今天我应该不会做任何造型，就单纯剪头发而已。因为做造型要太久，我们等一下还要去夹娃娃、去拍业配等等之类的，行程满档。那跟各位讲一下，为什么现在只有我在这边做开场呢？因为我朋友他在国道上塞车，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国道整个大塞车啊。反正我们就在这边等我朋友来，我先进去，外面真的太热。为了跟你们做开场，我在外面晒太阳。天哪、啊，这不订阅说不过去吧 ？OK， 我们进去里面吹冷气，里面等着迎接我。跟各位介绍一下，这是我朋友。不行啊，不能跟你站在一起，我这样显得我很邋遢。好，各位，那因为我朋友他迟到嘛，所以我先剪头发，先让各位看一下现在的我。等一下我会变得就是可能很丑。哎、欸，对，我讲问一下，粉丝来这里剪头发找你是有打折的、啊？当然有。好、哦，他自己讲的、哦，影片作证。OK， 那我们先剪头发。OK， 各位有看到后面这个金头发的小姐姐吗？我的菜哦。没有，不能这样子，人家的地板要被打。这个迟到的来了，那各位记一下他现在的头发。我叫他穿迷彩服来，这样比较有落差。结果你今天给我穿一个人会穿的衣服，你有自信改造他吗？有，确定，确定。我觉得他很难改造哎、欸，这个要带去整形诊所。我先去洗头发，因为我已经剪头发，你们慢慢聊啊。那我先跟这个小姐姐去洗个澡了。OK， 各位，我准备洗头发了。你说什么？可以躺下。OK， 躺下啦。哎呦，好主动的小姐姐。你单身吗？对，这样会不舒服吗？嗯，不会，你让我蛮舒服的。对，各位，他说他不太会聊天，所以等下你们看到我很尴尬。没事的，我会承担一切。你来这边工作很久了吗？他们刚开店的时候我就。真的吗？对啊。哦，那我以后会常来找你哦。好啊。那水壶可以？可以。哦，这样好丑，我不敢拍了。各位，我被他洗头洗到快睡着。哎、欸，你技术很好哎、欸，谢谢。各位不要看他这样，他很会洗头哎、欸。那你可以顺便帮我洗澡吗？你多高啊？166。嗯，矮冬瓜比我矮。你喜欢去逛夜市吗？还蛮喜欢的。你喜欢吃垃圾食物？对。我也喜欢，只要是你喜欢的我都喜欢。好，你就继续闹尴尬没关系。有没有哪里要再加强？哪里要再加强的？你觉得哪里需要加强？我觉得你对我的爱需要加强一下。录不下去了，他真的让我太尴尬。对，他跟刚开始来的时候已经渐渐的不一样了。那他们本来是说要讨论要染头发，但目前的话应该变成就是要烫头发。哎呦，现在有那个、哦，对，嗯，现在从星星要变成人猿了。你要振作哎，这是会放到 YT 上的。啊，这是他女朋友。对，你很期待他变成人类吗？他等下变很帅的话，我怕你受不了啊！各位，真的现在是福利时间。哎，登科会不会生气？不要乱拍。好、哦，不要乱拍哦。那我整镜头再往下这。这是什么？烫发药剂。我原本想说些什么，但是突然不知道那叫什么。啊，所以它是烫卷还是烫怎样？烫型，不烫卷。好，听不懂，反正就是等嘛。啊，各位，这个是帅哥，星星，还有福利时间。其实还是就这样子，我觉得你可能蛮适合油头的。哎，各位，我这边已经用完了，我比较简单，我也没有烫，也没有什么，就是只有剪头发，然后抓个头发而已。这个还在等啊，他头现在整个包成这样，很像那个出车祸。好吃吗？不好吃。真的不好吃。你女朋友帮你买这个时候，你应该说好吃啊。不会说话。哎，各位，那虽然说是我朋友的改造影片，但是我真的整晚没睡觉，我真的不行了，所以我现在躺在这边直接开睡。如果你们有机会的话，去交一个
做美发的朋友，他们这边氛围很适合睡觉。虽然说我头发已经用好了，但是他这个真的要等太久，期待一下带朋友来改造。那各位如果有兴趣，一定要来这边。如果你住中部的话更好，来找我朋友。那 IG 我会放在画面上，大家想剪头发可以找他，报我的名字，有打折。我先睡觉。嗨各位，那我们睡醒了，好不好？你等下继续睡，但是我们要起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改造的对象。哎，他们刚刚讨论的结果，他们现在他要准备染头发。他有跟你讲说染什么颜色吗？奶茶色。奶茶色，你真的适合吗？那我们接下来呢？我们就是要继续睡觉，等到各位睡醒了，睡饱了，我们来看一下。我刚一睡醒，打开旁边怎么一个，哇操，超级帅哥！来看一下，各位还记得他刚刚长什么样子吗？还记得吗？来，我们先问他女朋友好了，先不要揭晓给各位看一下。你觉得有惊艳到吗？有啊，有，真的吓到。那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啊，真的是变成那个金毛猩猩呢。哎呦，你自己这样看，你有什么感觉？变帅。我没有叫你都没有自信哎，完全没有哎。超帅。超帅啊！快超越你了。满意吗？超满意。超满意啊！有没有很有成就感？有。等一下，我们出去外面再做结尾。各位是真的变一个人啊，但是他穿的衣服还是没救了。我们改造他，不能只改造头部，身体也要改造一下。不过真的是比起刚刚进来好多了、啊，现在这样真的是一种不同的味道。你一定是不常被拍照，显得超级不自然。好啦，那我们目前已经改造完毕他的头部，你不要在那边挖鼻孔哦。我是超。哦，要改造完在那边挖鼻孔。来，介绍一下你们店吗？设计设计，然后它是位在那个东兴公园的后方。那我们里面的话会有美甲，然后还有茶馆，然后二楼的话是美发部门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。对，然后来的话就找他，他基本上可以把一只猩猩变成人类，这里有例子了。反正就各位要剪头发可以来找他，那就报我的名字或打折，他说的。OK， 那我们准备带这个人类去买衣服啊，他穿这样真的不行，我们就要把他变成帅哥是真的。OK， 我们准备出发。各位，那一中逛着逛着啊，因为我带我朋友要来这边改造啊，全身要改造一下。遇到黑伦他们，等一下会推荐你们一件很屌的。对，他所有的衣服啊都在那里，我已经买了一年多了。一年多？等一下有打折。你自己在卖衣服的，还要跟别人买衣服？没有，参考。哦，参考。就像服饰业很多业界的，还是会拿别人的衣服来参考看看。哦、反正他说这是便宜 ，CP 值很高啦。对，是真的是从韩国。嗯，哎，怎样？有帅哥带你去买衣服，怎么样？超赞！哎，希望你可以好好当个人哎，今天过后不要再变回猩猩。怎样？会期待吗？有一个这么帅的要帮你男朋友配衣服，哈哈哈，期待一下喽。敷衍个屁啊！干，你们是怎样？你们到底想怎样？到了，就是这一间，懂吗？好，对，哎，要把你变帅哥了，你就直接帮他搭一套，对，然后搭配他现在的发型比较正常一点，这样。哎，我们接下来见证奇迹的时候，有把握吗？有，应该可以，没问题的。我们常常做这种事，交给他们了。各位，那目前呢，他已经换好第一套，那给各位看一下。那基本上呢，已经比刚刚已经差很多了，真的是个帅哥。那我们现在请这个店员帮他搭配第二套，让大家来评价一下。各位，第二套衣服来展示一下。这个袜子要换啊，对，那基本上其他这个他帮他搭，我个人是觉得他整个是非常的好看，重点是他还搭这个项链，点缀到有点缀到，好看的。你自己比较喜欢第一套还是第二套？这套因为是短裤。对，因为是短裤，他非常的喜欢短裤，那就这一套好了。再给他一套。哦，再搭一套是不是？各位如果想买衣服可以来找他，专业搭配的。各位，第三套。啊，这个鞋子先不要看，你自己觉得这三套下来，你满意哪一套？这套，你喜欢这套？对啊，它的材质我喜欢。那你喜欢第几套？我觉得二三没什么差哎。选一个，你看你选一个，他没差。三啦，因为我比较常穿
清爽。喜欢这一套是不是？那就决定是你了。好，各位，今天的改造企划，你们觉得成不成功呢？你自己觉得成功吗？超成功。他的风格真的不是这样，他现在穿成这样，我自己有点吓到，整个就是超帅的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的改造计划就到这边告一段落。你看，超级帅的，远看就是哇，这个帅哥。以前看到就是哇，这个流浪汉，现在感觉已经不一样了，好不好？那如果各位喜欢这样的改造系列，底下留言告诉我，我会多拖几个我这个穿搭很随便的朋友去改造，或者是改造网红。哎，这也是个很好的企划，好不好？如果各位喜欢，记得订阅我，打开小铃铛叮一叮，谢谢皇帝。我点评到你，用别人看不腻，那我们下部见啊，大家拜拜。